羊啊，手机都没接，哎呀没啊，我叫了你。现在的位置是长江三期二桥下，二期长江大桥下面一个柏油路面啊，已经全部淹了。站过来，站过来！刚才说要上来，我刚才说要从我飞机上来。那个车子去哪块去？车子不想。小个子小车都是都挂的，这是堵水呀，那都是挂的，是不是啊？小车那是堵江家那江太高过了，这大就好忙些去。我这个最危险，大也是。哎呦，车都带下来喽！哎呦，车都带下来喽！要死哦，要死哦，车都带下来喽！哎呦！哎，我车就不见了。有你们！完了！今天还有一个人，那么久的小天哦。来进来，赶紧走啊！